大家好，很感谢大家参加今天 DLC 的研讨会。那我们正式的研讨会大概在2分钟过后开始。如果大家有语音上面的问题的话，我们有这个电话的信息在首页上面，大家需要拨打这个电话，才可以听到我们的语音。从电脑上面的语音可能听得不是非常的清楚。给大家早上好，那很感谢大家参加我们今天关于DLC 4.3版本的这个网络研讨会。那首先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陆海碧，我是在DNR 这边，是我们作为 DLC 的关于就是审核部门的这样一个职位。那我在 DLC 大概工作了5年左右，是我们这边的在一个其中的一个技术主管。那稍后呢，我们所有的今天的 PPT 都会在 DLC 的网站上面上传，所以大家可以等大概下周的时间就可以在 DLC 的网站上找到我们的这些 PPT。那如果在整个网络研讨会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提问栏来提问。那请大家尽量用英文来提问，这样的话我的同事在整个研讨会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把问题回答给大家。我们刚刚之前有说过，如果大家听到我的语音有问题的话，大家需要拨打这个电话号码和这个语音的 PIN 才可以比较清楚的听到这个信息。我们的电脑的这个语音通常来讲它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的好。那我们在等一些听众在进来的同时呢，我们首先想做一个说明。今天的 PPT 呢，在内容上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精简的版本。那因为我们前2天有一个英文版本的这个网络研讨会，那我个人是没有做任何的更改，那是另外一个 DLC 的技术主管他做的这个 PPT。所以我只是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加了一些中文的解释，并没有在大的结构上做任何的更改，所以呢，它的这个内容相对来说是比较精简，可能它是基于，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DLC 在网站上发布的关于4.3版本的最终的一些，这些材料说明。它可能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所以它在做 PPT 的时候，所有的
内容都相对来说比较精简一点，所以我在这边想说明的呢是，如果大家尽量可以听我讲的东西，不用太注重于这个中文和英文的这个字体，然后如果我们没有在讲的特别清楚的地方，大家可以在问题栏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在最后回过头来再给大家解释清楚。那如果有一些专业术语，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准确，或者说让大家产生了误解的话，也请大家在最后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在上传这个 PPT 的时候会把它们更改过来。OK，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会议的历程。首先呢，我们会比较快速的讲一下关于这个 DLC 政策更改的一些一个发展的流程，以及我们如何就你们作为这个利益相关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参与进来。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关于4.3版本的这些政策和这个产品的调整，最后呢，我们会比较快的讲一下关于新的这个安规认证的调整，然后以及一些目前 DLC 正在做的下一步的一些动作。OK，这边有很大段的文字，大家可以不用太关注于这个文字的具体的内容。那主要的这个 DLC 对政策和新的产品的发布呢，有三个流程。第一个流程呢是听到大家对有一些产品需求的这个意见，那我们会把大家的这些意见收集起来，然后根据我们的电力公司的一些需求和我们的这个技术委员会的讨论，然后来决定哪一些产品或者说哪一些政策需要被优先考虑，然后我们把这些优先考虑的这些政策和产品，制作成一个草稿，然后发布给大家。那下一页的这个流程，相对来说会比较清楚一些。那前两步包含了我们在前面一个 PPT 里边讲到的这个流程。那比较重要的是，在我们发布了这个草稿过后，我们非常希望所有的这些利益相关者，不管你是生产厂商也好，你是测试机构也好，我们非常希望大家参与到这个话题的讨论，然后提供给我们反馈的信息。然后我们会根据收集到的这些反馈的信息呢，再跟我们的电力公司和我们的这些技术委员会的成员讨论。如果是一些大的项目调整，那我们还会有一个第二轮的草稿。如果是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这个调整的话，那我们会直接整合了大家的这个意见和技术委员会的这个意见，然后颁布一个最终的版本。那这个4.3，现在我们刚前上个礼拜发布的这个版本呢，是已经是最终的版本。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这个最终版本的这个文件，希望大家可以到 DLC 的网站上面可以看一下。OK。那首先我们讲一下我们第一个关于政策上面的调整，也就是我们增加了这个可调 CCT 的产品。那首先是这个可调 CCT 的这个产品的背景。那我们其实关于这个可调 CCT 的产品已经有讲了差不多2年左右的时间。最早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有讲过关于可调 CCT 的这个产品，但我们由于诸多的一些在政策上面，包括一些安规上面的一些限制，我们一直都没有做。那现在呢，由于关于这个control 方面的一些安规都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加上我们对这方面产品的需求，从电力公司的反馈信息来讲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在今年是把这个可调 CCT 的这些产品加到了我们允许的范围之内。那关于它的适用范围，
目前呢，我们是仅限于我们所谓的 white light，也就是说我们的白光范围。我们第二个这 bullet 这边，如果大家感兴趣知道这个我们关于说这个 full color tuning 或者说是 RGB color tuning 的话，现在我们暂时是还不允许，就是所谓的 RGB 就是红光、蓝光、绿光的整个。色系的调光，在目前来说，我们是还不允许，目前只是在白光范围内的调光。那这个调光呢，是需要通过一个开关或者说一个控制器，就是外部的一个控制器来调光。那其他的这中间的这段文字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在网站上面有关于七步的这个在ANSI 它制定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 black body，里边的这每一个色块，它有一个七个步骤。目前呢，我们是有这两类的可调 CCT 的类型的产品。第一个呢，是我们定义为它为white tunable，那从字面上来讲，它仅仅只是白光调光，那它在性能上面呢，我们。主要是把它定义为，在你调整 CCT 的同时，你也可以调整这个光通量，并且调整 CCT 和光通量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控制系统。也就是说，你在控制调整 CCT 的同时，你可以有一个恒定的光通量或者说光输出的一个值。你在调整光输出的时候，你也可以恒定一个 CCT 值。这两个。变量呢，通常是由两个独立的这个电源来控制，相互之间并不受干扰。所以如果具备这样的性能，在我们的定义上面，我们是把它叫做 white tunable。那第二个呢是叫做warm dim 或者说 warm dimming products 这些相比较我们传统的调光产品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在调整 CCT 的过程，这个光通量也会随之变化。CCT 跟光通量之间是没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没有之间是没有一个独立的系统，它们是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跟我们传统的调光是比较类似。那这个在我们这次的这个适用范围内也是被允许的。OK，那所有的白光就是我们的 white tunable 所有的这些产品呢，都必须是作为 family application 来申请，没有不能作为这个single application 来申请，并且呢，所有的在每一个 CCT 每一个在这个额定的 CCT 数值内，它都需要满足 DLC 的要求。如果你的产品是当做premium 来申请的话，那每一个产品都需要当做。不好意思，每一个 CCT 都需要满足到 premium 的要求，才可以让整一个这个产品作为 premium 来申请。那作为上限，这 CCT 的上限和下限呢，我们没有具体的要求，但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室内的产品，那你至少需要有产品需要这个下限可以到5000K 以下，或者说你是一个室外的产品的话，必须要有这个具备这个能力可以调整至5700K 以下。那这5000K 和5700K 是我们普通的其他的产品在CCT 的这个额定数值上面的一个上限那室内产品是5000K，当然 High Bay 和 Low Bay 也是5700K，以及室外产品是5700K，所以它这边有一个类似于下限的这个定义，但是说如果你的产品。比如说一个室外的产品，你只可以在6000K 以上作为做色温调整的话，它也是不允许的。你至少具备能够调整到5700K 以下的这么一个数值。OK，然后在测试上面这一张图，大家可能看的相对比较的颜色比较多一些，那我们在这边想要这个重点讲一下呢，就是我们第一个方框里边一二三这个三个点，就是说除了我们正常的我们平时会一个普通的 family application 会需要的这些79报告测试呢，
我们至少对于 color tunable product，我们至少需要一个最低的 CCT，它可调到的最低的 CCT，在那个 CCT 我们需要有一个79报告的测试，最高的 CCT 也需要有一个79报告的测试，然后在这个最高和最低的 CCT 之间，你可以选择一个点做一个79报告的测试。如果说这三个报告已经覆盖了所有我们需要审核的这个 worst case，那你不需要再提供其他额外的测试报告。那下一个 PPT 可能会解释的比较清楚一些。关于所有的这些 Y tunable product，我们刚刚讲到了这样的三个测试报告。如果说这三个测试报告已经涵盖了所有的这个worst case scenario。那我们只需要大家提供，类似于我们之前在这个 Family Application 里边有一个这个 Scaling Methodology，或者说，叫这个推算的这个方法论，如你是如何得出哪一个产品是Worst Case，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推演方法，我们会需要大家也在这个Scale Performance Table 上面提供这样的一个推演方法。然后根据大家的推演方法，我们会来判断是否说大家提供的这个三个测试已经涵盖了所有的这个 light output efficacy，包括所有的 CCT，包括电源的参数这一类，我们需要审核的这些参数都已经达到了要求。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需要大家提供额外的测试报告。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基本上如果没有额外的这个光分布的这个 variation，那到这一步就结束。如果大家还有额外的这个不同的 optics，不，那我们额外的需要有这些 IES file。最后如果这些全部都提供给我们的话，那所有的材料我们就都已经有。那除了刚刚的这些79报告以外呢？在每一个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所有这个 ANSI 的这些额定的 CCT 数值，我们需要大家提供一个额定的它的这个 CCT 光输出以及这个光这个功率，还有它的哪一个 CCT 代表了 lowest efficacy，然后哪一个是有最小的最大的这个 maximum power，然后。那我们在这边需要讲的就是这些数据都可以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生产厂商的测试数据，并不需要通过第三方测试机构来得到这些数据。那也可以说是通过我们刚刚前面已经有提到的三个79报告的数据，通过推算得到的其他的 CCT 数据也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大家不需要到第三方实验室测试所有的 CCT。我们只需要在大家根据已知的这些条件，可以推算出其他 CCT 的这些数据，在我们这边来看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最后一栏我们有一个这个叫 input control signal，就如果每一个 CCT 大家在这个开关上面或者说在控制器上面有对应一个信号源，比如说一代表了2200K，二代表了2500K。那可以，大家可以在这边标明这个一二三四，所对应的 CCT。OK，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了基本上所有的这个 Y tunable，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CCT 和光通量是独立控制的这样一个系统。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关于这个 wall dimming，也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个 dimming。那目前来讲呢，跟我们之前的 policy 基本上保持一致。我们只需要在这个产品最高的这个光通量的时候满足 DLC 的要求就可以。我们不是很在意，当它 dim down 到另外一个 level，它的这些光通量的数值是什么样？我们只需要它在最高的这个光通量的时候可以满足 DLC 的所有要求就可以了。那一样，如果说它是premium 的产品的话，那它在这个最高光通量的这个状态，需要能够满足 DLC 的premium 的要求。
这个 PPT 跟前面一个 PPT 基本上类似，我们需要这个最高设定值的这个79报告，我们不需要在其他的更低的这个 CCT 让大家做测试报告，我们只需要在最高的这个79报告，最高的这个光通量的时候有一个79报告就可以。然后，关于在 QPL 上面的列明的话，我们会在 QPL 上面针对这类产品会有多一个栏，那那一栏会显示说这个产品是否是可以有 color tuning，那如果是的话，它是 white tunable 还是 warm dimming，在这个两个当中会选择一个，那如果是 white tunable 的产品的话，我们会列明它的最高和最低的 CCT，以及它的最高的这个输出的功率，那如果它只是 warm dim 的话，那我们会列明它的最高的output setting 最高的这个光通量的这个设定，我们不会再对其他的 CCT 做一个说明。我们今天的网络研讨会会录音，所以如果大家有遗漏的地方，我们之后在 DLC 的网站上面会公布出来，所以大家可以再回过头来重新听。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可以留到最后在问题栏当中发言。OK，我们今天第二个要讲的呢，是我们这叫做 field adjustable，也就是我们说安装时可以调节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类型的产品。那一样，我们可以先讲一下我们这个背景。那这类型的产品，我们应该说在平时审核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见到过很多。那目前的 DLC 的申请呢，如果你有这样的产品，那如果说你可以有不同的瓦数，比如说一个产品可以有40瓦、80瓦、100瓦，那在目前的 DLC 的规定下，你需要按照三个不同的型号来做测试，然后来做申请。那有跟这个新的政策出来以后呢，你可以把三个这样的产品合并成一个产品来申请。因为本身这只是一个产品，可能根据不同的电源的设定和本身产品的设定，它可以有三个不同的输出功率。那这样的产品在之后呢，可以就当做一个产品来申请。这样子的话呢，可以方便生产厂商，相对的降低一些生产成本。那对于经销商，他们在储存产品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储存三个像40、80、100瓦的产品，他们可以直接储存一个产品就可以。那另外呢，也提高了用户在安装时候的灵活性。至于我们的这次的覆盖范围，那跟需要讲到的是，我们现在的这个DLC 的 policy 呢，我们是只允许说一个产品它有一个最高的瓦数，然后它可以往下调。这个是我们目前我们把它叫做 step dimming，或者是在现在的这个 dimming 的 policy 里边是已经覆盖的。那我们现在新加了这个过后呢，我们不仅仅允许这个功率可以往低调，也是可以往高调。所以以我刚刚的一个例子为准，所以如果以前我们有一个80瓦的产品，它可以调到40瓦和100瓦的话，它在申请 DLC 的时候，它只能申请80瓦的这个产品。那现在它申请80瓦的话，它可以往40瓦调，也可以往100瓦调。它在 QPL 上列明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把它当做一个80瓦的产品。那 CCT 的调整呢，我们在之前的这个政策已经有做说明了，所以在这边就不再多说。那我们需要在这边讲的是，我们这次所谓的这个安装时可调，我们现在仅限于这个光输出或者说光通量的调整，并不允许其他的这个在安装时候可以调整的选项，比如说光分布。这也是比较常被问到的一个点。那暂时在这一次的政策调整中，
光分布以及其他的在安装时可调的选项是不被包含在这一次调整当中。那我们也是有在考虑在将来的政策调整当中会把这些选项加进去，但是目前这一次的政策调整，我们仅仅局限于它的光输出，或者说这个功率或者说是光通量的这个调整。那与这个 color tuning 类似，我们也是只允许所有的这些产品当做 family application 来申请，不能当做 single application 来申请。那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谓的安装时可调整，它需要通过这个控制器在安装或者安装前有生产厂商或者说是生产厂商授权的经销商来完成调节。它的终端用户在这产品安装过后，不应该有能力可以再改变这个产品的输出功率。这个点非常重要。如果你的终端用户在产品安装过后还有能力去调高或者去调高这个功率的话，对于我们电力公司的一些他们这些 rebate program 会非常的麻烦，所以我们这安装时可调只是说，在生产厂商它比如说销售一个60瓦的产品，那它的这个60瓦的产品有40瓦和80瓦，和60瓦这三个功能，那它的终端用户他需要一个80瓦的产品，这个生产厂商在 DLC 申请的时候，它可以按照60瓦的产品来申请。它在销售给这个终端用户的时候，可以当做一个80瓦的产品来销售。但是，一旦这个80瓦的产品安装完成过后，终端用户不应该有这个能力再去调整产品的输出功率。这个调整输出功率的这个步骤，需要在安装或者安装前有生产厂商，或者说生产厂商授权的这些经销商，或者是安装的这些工程师来完成。所以这一点大家需要跟如果你是实验机构实验室的话，需要跟你的客户沟通清楚。所以我们不希望在这边在政策上产生一定的误解。在这个涵盖的范围内，我们会要求大家做。在它额定的这个数值，比如说这是一个60瓦的产品，是它的额定功率，它可以最高调到80瓦，那我们会要求在60瓦跟80瓦两个瓦数都做测试，并且在这两个瓦数都需要能够达到 DLC 的要求，如果这个是 Premium 的产品的话，那在 Premium 的这个要求下，两个瓦数都需要能够满足 DLC Premium 的要求。然后这些信息我们需要大家在提交产品的申请的时候提供给我们，这个在4.3的产品表上已经有显示出来。在4.3的产品表上，大家需要提供这个产品是否具备安装可调性能。如果具备的话，它的最高和最低的光通量是多少？以及它的最低的输出功率是多少？这三个数值大家需要在申请表格当中体现出来。然后测试的话，除了在它的额定功率的这一个数值，做测试，这个跟我们以前的基本上是完全一样。那在这个过以外呢，我们还需要在最高的瓦数和这个设定的时候有一个完整的79报告，可以得到它的光通量、它的输出功率、它的光效、CCT 色温，包括电源数据这些，都需要在79报告当中体现出来。然后关于 QPL 的列明的话，大家可以忽略所有的这些文字，只需要看到这一张表格。那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两个产品，一个是这个 GCM4 和 GCM5 这两个产品。那这个 GCM4 是一个 parent product，它的GCM5 是一个这个 child product。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些
这个 parent product 它的 GCM4 它的测试数据是36.42，这是它的额定瓦数的测试数据，以及它相对应的其他79报告上面的数据，它是一个 field adjustable 产品，它的最高的额定功率是45瓦，它的最低的光通量的额定数值是1220，然后它在最高光通量的设定，它的测试数据是45.4和5396.85，这些数据呢，我们会用来在这个产品放到 QPL 上面的时候，这些数据都会体现出来。那作为 child product 的话，我们就只有它的额定或者说这个参考数据，是1200和5400。OK，那接下来我们会讲一下这次我们新加进来的这些产品的类别，3英尺、8英尺以及这个 PLL 的产品。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其实这个2G11 或者说这个 PLL 的这灯管灯，我们是把它在 QPL 上面的时候，我们是把它当做CFL 的。这个替换灯来看待，那因为由于它在测试上面各方面都与灯管灯非常类似，所以我们是把它笼统的放在一起讲。当然具体的区别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这个 PPT 当中给大家解释清楚。那首先还是关于这个背景，那从基本上从5年前我开始做 DLC 这个项目开始，就一直有听到大家有对8英尺灯的这个需求。那由于对包括这个测试设备的这些限制，以及我们电力公司或者说这个技术委员会，他们考虑到自己这些产自己这些项目里边的产品需求量的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我们是一直到今年才开始把3英尺、8英尺的灯放进来。那也是慢慢的看到很多这边特别是北美大部分的这个建筑就是已经都替换到 LED 灯，那我们也是希望覆盖到所有这个长度所有类型的这个LED 灯，所以这次我们是把3英尺、8英尺和 PL 灯都放进了我们新的 category 里边。那首先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八英尺的灯我们是目前只允许它 FAA 八 pin，也是应该说是最常见的一个灯座的一个 pin base。那如果你的客户或者说你是生产厂商的话，这个 G13 的八英尺的 pin，我们G13 pin 八英尺这个产品我们暂时是不接受，只有FAA 八这样单 pin 的。八英尺的产品目前是可以做 DLC 的申请。那PL 灯那边呢，它的长度是大于等于20英寸，大概是2英尺不到一点点。大部分的灯我们看到的产品大概在22英寸左右。因为它最后是在2×2的灯盘里边做测试，所以大约都是在2英尺左右的这个长度。那大家看到这个 UL Type A 和 UL Type AB，我们加了两个星号在这边，是因为，如果大家在做marketing material，特别是在产品规格书上，如果你的八英尺的灯是用来替换 T12 的灯管的话，T12 的荧光灯管的话，UL Type A 和 UL Type B。UL Type A 和 UL Type A 加 B 是不允许的，因为UL Type A 和 UL Type B，UL Type A 加 B 我们是用现有的这个整流器，那如果你的 T 你八英尺的这个灯管它是用来替换 T12 的荧光灯的话，我们默认或者说我们没有办法去确认说这个产品是否可以跟电感整流器通用。所以目前我们所有的所有的这个 Type A 和 Type A 加 B，只要它是可以，它是需要用到现有的整流器的灯管，都是不可以用来替换 T12 的灯。所以如果你的客户或者说你生产厂商的话，你在做市场材料的时候，如果有提到 T12 替换
如果有提到这个八英尺灯是用来替换 T12 的荧光灯，并且你的产品是 Type A 或者 Type A 加 B 的话，那在我们这边是暂时是不被接受的。所以，大家在做市场材料的时候，务必注意自己的语句以及确认自己所这个产品的替换功能。那三英尺的这个测试在于2英尺和4英尺没有太大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3英尺的灯是在这个灯座里边，或者我们叫做这个 strip 里边做测试，而不是在灯盘里边做测试。那最多呢，如果你是外置电源的话，最多一个电源可以带到3根灯管。那其他的这些参数跟我们其他或者说测试的要求都跟2英尺跟4英尺的基本上一致，没有太大的变化。8英尺的测试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一点。那这一页我们需要讲的就基本上在前面都已经有覆盖到，是一个单 pin 的 FAA 8 pin，然后如果是 Type A 或者 Type A 加 B 的话，是不能当做 T12 的替换灯具来使用。然后如果它是 Type A 的话，它一样也是用0.88的这个瞬时的电子整流器。OK，那这一页可能是我们整个研讨会今天最重要的一页，因为这个八英尺的测试跟我们其他的灯管灯的测试有一些不一样啊。那我在最开始的时候讲到，因为这个 PPT 是由另外一个这个技术主管做的，所以他在做特别是这一页的时候讲到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大家务必需要注意我讲的。在这一页上面讲的一些重点，所以因为这一页在 PPT 上面显示出来的信息比较少，但是这一页又是相对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八英尺的灯，关于这个测试的技术上面的问题，或者说设备上面的问题，我们在八英尺的灯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光分布的测试，所以说我们。八英尺的灯，我们会要求有做3组测试。第一组是这个八英尺积分球，2根八英尺灯管在八英尺的这个灯座里边做的积分球测试。另外呢，是等同于这个一半八英尺的这个4英尺灯管，在4英尺的灯座里边做的光分布测试以及做的积分球测试，一共是3个测试。那我等一下会讲关于什么是这个等同于一半八英尺的4英尺灯管。首先我们要确认一下，就是我们需要有做这样3个测试：八英尺的积分球测试、4英尺的光分布测试和四英尺的积分球测试。然后4英尺的光分布和4英尺的积分球测试都是在4英尺的灯座里边，是在 strip 的这个 housing 里边做测试，而不是在2×4的灯盘里边做测试。这一点我们在网站上面的policy 关于就是4.3最后的文档里边有说明。四英尺跟八英尺都有独立的已经 DLC 认可的这些灯座可供大家做测试。我想现在好像应该是每一个都有3个灯座可以供大家来选择。这是3个我们需要审核的一个测试报告。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关于这个什么是等同于一半八英尺这个四英尺灯管如何去定义这样的一半八英尺的这样的一个定义。那首先呢，我们在如果大家有看到网上的这个4.3的最后的版本的 policy，我们有5个这样子的要求，第一个是，它在横截面八英尺跟四英尺，它的横截面必须是一模一样，因为它都是 T8 的灯管，所以它在八英尺的横截面和四英尺的横截面，应该是一模一样。另外呢，如果你把这个八英尺一分为二，
它的 LED 的数量应该和你4英尺的 LED 数量是一样的，也就是说 LED 之间的间距应该是一样的。那你4英尺跟8英尺所用的材料，包括到这个 lens PCB 板的材料，包括到散热器的材料，都需要是一模一样。那还有一个呢，就是 LED 芯片在它的负载电流应该是一样的。如果你的8英尺的灯管是在 LED 芯片 level 是30毫安的这个电流，那4英尺同样也应该是30毫安的电流。那这个我们目前不要求有测试，但是我们需要大家提供给我们4英尺跟8英尺这个负载电流的相当于一个 self-reported data。那刚刚我们讲了这些参照的数据，那需要大家提供给我们，或者说大家在提交8英尺测试的时候需要提供给我们的材料呢有两个，第一个是4英尺的这个产品规格书，我们需要产品规格书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我们要求这个4英尺的产品必须是在市场上可以买得到的产品，而不是说。因为提交这个8英尺的产品，大家特意去做的一个4英尺的产品，这个相对应的4英尺的产品一定要是在市场上可以买得到的，并且是有一个独立的这个产品 model number，所以我们要求这个4英尺的产品规格书。另外一个呢，我们需要有一个4英尺跟8英尺的对比说明书。这个对比说明书可以是一个 PDF，或者说一个Word 文档，大家可以当做是额外的材料来提供给我们。那在这个对比说明书上面，我们需要有的几项东西，第一个是一张8英尺跟4英尺放在一起的照片，那避免之后在这个审核过程当中的麻烦，我。个人给大家的建议呢是拍两张照片，第一张照片是如果这个产品是有带你的灯管是有带 lens 或者是有带 frost lens，那你的可以拍一张8英尺跟4英尺带 lens 的这个照片，另外呢可以把 lens 拿掉，再拍一组照片，这样子的话可以看到8英尺跟4英尺的 LED 和PCB 板的照片，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提供这两组照片的话。对于这个要求来说，我们就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横截面的对比图，我们需要8英尺跟4英尺的横截面照片。另外呢，我们还需要这个4英尺与8英尺这个演算数据。这个演算数据从哪里来？就是从我们刚刚的4英尺的积分球和8英尺积分球测试的对比。那我们有一个8英尺积分球测试，有一个4英尺的积分球测试，那通过这两个测试，大家可以得到一个演算的一个 scale factor，然后大家可以把这个 factor 放在这个对比数据里边。那关于这个 LED 芯片的负载电流呢，大家可以在申请表上面提供给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对比说明书当中提供给我们，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大家把这个数据提供给我们就可以。那额外的关于这个材料的使用的对比，通常来说在产品规格书上会有这样的信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需要在对比说明书当中体现出来。所以，就通过这两个材料，一个是四英尺的产品规格书，一个是四英尺和8英尺的对比说明书，我们需要把刚刚我们讲的这五个点，可以审核到，就可以确认这个四英尺是可以被使用作为八英尺的，可以用来。推算8英尺光分布的这个测试，那我刚刚这边讲了很多，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我再重复一下，我们就是三个测试，一个是8英尺的积分球测试，四英尺的积分球测试，以及4英尺的光分布测试，然后我们通过4英尺跟8英尺积分球测试之间的关系，以及4英尺的光分布测试，我们可以推导出8英尺的光分布测试，光分布的这个数据，然后我们会用8英尺这个光分布数据，来审核我们的产品，在4英尺的材料上面，我们是要求大家提供给我们一个。4英尺的产品规格书和这个4英尺和8英尺之间的对比说明书这两个点，这个是这一页我们想要讲的东西。那我们
会在稍后在 DLC 的网站上面会有，这个 FAQ 和比较详细的这个 guidance 在网站上面，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在这个 PPT 上面看到这些信息，不用着急，我们在网站上面会有具体的这个 guidance，发布出来，所以大家在这边只需要记住我刚刚讲的这个几个点，如果你可以在现在准备测试，或者说在跟你的客户沟通，这一些是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我们这边需要简单的提一下，就是如果说你是 OEM 生产厂商，或者说你是链名生产厂商的话，8 inch 的链名申请也是需要同样提供4 inch 的这些数据。链名生产厂商需要提供给我们它对应的4 inch 的数据，并且这个4 inch 的产品也必须得是在市场上流通的产品。这个目的是因为如果你的8 inch 的产品被抽到做抽样调查的话，我们会需要同样测试到4 inch 的这个产品，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个4 inch 的产品。那同样的这个要求会应用到链名生产厂商身上。所以如果你是 OEM 生产厂商，在你做这个链名申请的时候，需要跟你的链名生产厂商沟通清楚这一点。OK，那我们很快的过一下这个参数数据，没有太大的这个变化，跟我们2 inch、4 inch 基本上是保持在一致，每400流明1 inch，所以3 inch 跟8 inch 它的流明的要求是1200和3200，其他基本上与之前的要求都在一个水平线上。然后在灯座里的测试也同样都是100流明每瓦的要求，然后在灯座的流明的要求，因为3 inch 我们最多可以带3根灯管，8 inch 最多只能带2根灯管，所以这边是2200、3200和6000，其他基本上都一样。OK，最后我们讲一下这个 PL 灯，PL 灯其实在测试跟各方面都跟U-band 比较像，或者说跟其他的 TLED 跟其他的这些LED 的灯管灯都比较像，它虽然是在CFL 的替换灯区内，但是它的测试各方面基本上与这个基本上与灯管灯类似，那它最后是应该在2×2的灯管灯里边做测试。那再次强调的就是，如果它是 Type A 或者 Type A 加 B 的话，我们是不需大家不需要去外面找这个整流器。DLC 是在网站上面有6个整流器供大家选择，需要在这个6个整流器当中选择一个做测试。不需要像这个其他的灯管灯一样，去找这个0.88的这个整流器做测试。这个 PLL 灯，我们有六个整流器供大家选择。然后参数上，它这边是放在跟2 inch 灯做比较，其实跟 U-band 做比较，相对来说更直观一些，那数据上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些数据在 DLC 的网站上都有，所以在这边就不花太多的时间去解释，大家可以稍后在 DLC 的网站上找到这些数据。OK，那最后我们讲一下，我们这次对于安规的一个调整，那。我们现在从4.2之前，我们都是要求大家提交一个self-certification form，然后在每一个产品在提交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大家提供它的这个这个 safety certification，就是它的安规认证。那4.3过后呢，我们
所做的一个改动，就是在大家完成申请的最后一步，在网站上提交申请的最后一步，会跳出这样一个协议书。这个协议书呢，包含了四个点，包含了四个声明。第一个是我们之前的这个免责声明，也就是我们的 self-certification form，是每一个申请都需要的。那第二个呢，新增加进来的是这个商标使用合同，这个合规，这个大家可能之前有一些生产厂商有见过，那这个也不是新的一个合规，但只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把它加进来到这一个完整的文档当中。还有一个呢是关于抽查测试的一个协议，也在这边。然后最后呢是我们的关于一个持有安全证书证明的一个自我声明书。这四个四合一的一个documentation，在你申请材料的最后一步会跳出来，然后大家需要完成这一个签字，然后才可以提交申请。那整个这个文档的 PDF 格式呢，在 DLC 的网站上有，大家可以找到。如果大家有兴趣看一下这个文档，或者说跟你的客户沟通一下的话，可以直接在 DLC 的网站上找到这个文档，然后你可以发给你的客户。那在这边我们需要做一个说明，就是因为这个是在提交申请的最后一步的一个文档，所以说如果你是实验机构，帮助生产厂商在提交申请的过程，提交申请的话，在这个最后一步，如果你没有生产厂商的用户名的话，你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最后一步的申请，你需要生产厂商，登录他自己的这个账户，然后签字过后才可以提交这个申请。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如果你帮客户提交申请，可以在客户的生产厂商名下，申请一个用户名。然后，因为所有的用户名都是需要生产厂商他自己授权认可，所以我们这边默认他授权你来签这个文字，来最后来签这个字提交申请。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们生产厂商提交的这个申请，然后我们最后如果有问题的话，拿这个文档到生产厂商那边，他不知道自己有签过这个文书，那在我们这边，这个解释是不认可的，因为所有的这个文件都必须是生产厂商授权的用户，才可以签，或者是他自己，如果是他的 primary account，他可以自己签，或者说是他授权的这个生产厂商下面的任何一个 user account 都可以签这个文档，但如果你是实验机构代表他来签的话，我们希望就是你第一可以有一个自己的 account，这样子的话，我们默认为他授权你代表生产厂商来签这个文书。第二的话就是你可以完成所有的这个申请，这个最后一步之外的所有的申请。然后留这个最后一步到给你的客户自己来签字，然后完成提交，这个都可以，在我们这边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文档我们会在下周一，跟着所有的4.3一起上线，所以从下周一开始，也就是我们北美这边3月26号所有的申请都必须是通过这个文档来提交。OK，我们更改过的这个安规呢，我们需要说明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安规可能在审核上面有一些麻烦，因为我们所有的安规上面，我们安规上面的型号名各方面都需要跟你的产品完全的吻合。那在大家签了这个电子文档过后呢，大家还是需要提供给我们产品的这个安规认证，但是我们不会对这个安规认证上面具体的信息去做任何的这个审核，这个审核的部分将会留在这个等到这个产品被抽检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安规认证交给这个你得到安规认证的这个机构，然后我们会让他来提供给我们这个说明。
所以如果是一个 OEM 产品的话，你只需要提供 OEM 的安规认证和这个电子签名。如果是列明申请的话，你还需要提供这个列明生产厂商的安规认证，以及列明生产厂商和 OEM 之间的这个安规列明的协议，或者说这个 multiple listed 的这个协议，以及这个电子签名。那我们不会一样，我们不会对这个安规认证上面的型号以及哪一个这个 option 是被安全认证过，我们不会对这个具体的信息在 DLC 的审核过程当中，我们不会对这些信息去做具体的审核，只有等到它被安规，只有等到它被这个抽样调查的时候，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认证。OK，那我们最后的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大概讲一下，接下来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关于政策上面的调整，或者说新的这个产品类别。那在下个月早一些时候呢，我们会颁布一个植物灯的草稿方案，以及这个直流电源的草稿方案。这两个。类别的灯呢，都将在今年8月到9月的时候上线。所以回到我们刚刚最早讲的这个，关于整个这个政策的一个流程，等到4月份我们颁布了这个草稿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提供你们宝贵的意见。如果有任何的这个反馈的意见，或者说有任何的这些comment，都可以在这个等我们发布草稿过后反馈给我们。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意见的话，我们都很欢迎。还有一个是这个联网可控的灯具，我们就是说，也我们这可能翻译的不是非常的精准，就是我们这个灯具是带 control 的，那这个是在我们在 DLC 的另外一个 KPL 上面，是在 NLC 的这个 KPL 上面，跟 SSL 的这个 KPL 呢是分开来，但是我们今年6月份它会颁布第3版本的这个信息，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看关于 control 方面的这些 specs 的话，可以到 DLC 的网站上面找到network control，然后可以在那边找到相对应的信息。今年6月份会是V3.0 的颁布。然后我们有之前讲到的一个频闪，我们会在5.0，会挪到5.0去做。那关于5.0的信息呢，会在今年晚些时候，8、9月的时候会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一个草稿方案。这个是目前的一个时间表。暂时我们没有太多的信息，也没有太多的5.0的想法，只是我们知道之前一直讲到的频闪，我们会挪到5.0。那大概的一个时间线，我们是在今年的8月到9月份的时间，我们会提供第一份的草稿，然后给大家参考。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那这两个联系方式，这两个联系的联系人呢是 DLC 那边的对应的项目经理。如果大家在4.3或者说对产品的这些新的政策调整上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联系他们，也可以发 email 到我们的这个 general inbox，info@designlines.org，也都可以。那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网络研讨会，我用大概1到2分钟的时间整理一下大家的问题，如果大家现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通过问题栏来提问，然后这个。网络研讨会我们应该是设定了1个半小时，所以我在线上可能会再待一段时间，回答完大家所有的问题，然后我会在语音上面重复大家提到的问题，然后我会解释一下答案。所以如果大家现在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问题栏当中，用英文打入进来，谢谢。
之前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在 PPT 当中有讲到关于color tunable 和field adjustable 都是必须是按照 family application 来申请，是不能作为 single application 来申请。然后如果是申请 premium 的话，那color tunable 所有的 CCT 它所有 CCT 的这个测试数据，最低最高的这个测试数据都需要满足 DLC 的要求。Field adjustable 的话，我们刚刚讲的是它的额定数据，就是我们 default setting 和它的这个 maximum wattage 这两个数据的设定都需要满足 DLC 的要求。如果是申请 premium 的话，这两个数值都需要满足到 premium 的要求。当然，如果你产品达到 premium 的要求，你不一定非得要按照 premium 来申请，你完全可以按照 standard 来申请。我们没有规定说产品一定要当做 premium 来申请。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8英尺的测试的问题，可能刚刚讲了很多，但有一点没有提得特别清楚，就是8英尺我们还是要求有 bell lamp 的测试，单根灯管的测试还是要求的，然后。两根灯管在8英尺灯座里边，这个 fixture level，我刚刚讲的8英尺的积分球测试，是指两根灯管安装在灯座里边的积分球测试，这个是我刚刚讲的8英尺积分球测试的这个定义，那一样的也是四分球，这个4英尺的积分球测试，也是两根4英尺的灯管在4英尺的灯座里边的这个积分球测试，所以我刚刚可能解释的没有特别清楚，希望没有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这个confusion。有一个关于这个field adjustable 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我刚刚可能也是没有讲得特别清楚。刚刚给一个例子是这个80瓦、60瓦、40瓦。如果说你的产品是80瓦，可以调整到60瓦跟40瓦，并且你的产品是按照80瓦来销售的话，这个产品是目前已经是被允许的，不需要当做 field adjustable 来申请，这个是我们目前被当做 step dimming 来处理。只有我们现在这个 field adjustable 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很多生产厂商它有一个60瓦的产品，它同时也有80瓦跟40瓦这两个设定，但是它这个产品是当做60瓦的产品来卖的，而不是当做80瓦的产品来卖。这种情况下，就目前的4.2的版本的。这个政策是不允许的，但是在4.3版本过后，这样的产品是可以被允许的。我希望这样解释一下，可以比较清楚，因为我刚刚给的例子可能不是非常的好。刚刚关于8英尺的这个列明申请呢，我们内部还有一些关于政策上面的一些policy，我们会在稍后公布给大家。我们也会有一个 FAQ 和这个 documentation 放在网站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我们在之后公布了这个 FAQ 的时候会发信息给大家。大家可以在 DLC 的网站上面找到关于8英尺列明的具体的要求。我刚刚只是提到说8英尺的列明生产厂商它也需要提供4英尺的数据。那关于其他的一些细节，我们也是在跟 DLC 那边的这个项目经理做最后的沟通。等我们有一个完整的方案，我们会把整个这个
guidance 放在 FAQ 里边，然后供大家参考。我们有一些关于5.0版本的问题，那我最后有提到我们目前对5.0版本，的这个development 在非常早的，还是非常初期的一个阶段，目前我们没有，目前没我们没有太多的信息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具体会怎么去做。根据我们以前的经验呢，到如果今年8月、9月，我们会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信息分享给大家。像5.0版本的这个更改，通常来说是会有2轮的这个 draft。所以如果8、9月份我们发布了第一个版本的 draft，通常来说是有4到6周的这个 comment period。然后之后呢，我们根据大家整合的意见，我们会有第二轮的这个draft。那可能又会有4到6周的这个 comment period，然后等我们发布了最终的这个版本5.0，通常来说我们4.0版本的时候，我们是有9个月到10个月的这个 transition period，那通常至少这个 transition period 会有6个月，取决于我们具体对5.0版本做多大的一个改动。如果改动，我们认为在6个月内可以对所有的生产厂商可以适应的话，我们可能会以6个月作为一个基准。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反馈的信息是比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们通常会做9到10个月的这样一个调整。所以目前我们对5.0版本会做哪些调整还没有太多的信息可以分享，因为确实还比较早。我们刚刚在这个 PPT 里边只是放了一个这个频闪，那大概的一个方向呢，5.0我们不会太注重于在光效上面的提升，当然不一定说所有的产品都不，所有的这个产品类别都不会提升，只是说我们的重点不会放在光效上面，可能会更侧重于在产品的这个质量上面，所以。等我们有信息跟大家分享，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然后一样，等到我们有草稿颁布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提供给我们宝贵的意见。我们有一些关于这个4英尺跟8英尺的问题。那我们知道，我们也意识到这个4英尺跟8英尺是一个比较新的话题，所以大家肯定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在接下来几天呢，会有2到3个关于这个4英尺、8英尺的 FAQ 放在 QPR 上面。希望我们目前打算是，如果最好能够在下周一颁布。但目前我们在最后的讨论一些细节。我们会争取在下周早些时候把这些 FAQ 放在网站上面。那我刚刚看到的问题当中有关于提到说，4英尺的，如果说这个 private labeler 或列明生产厂商，他只想要 private label 8英尺的产品，不想 private label 4英尺的产品，这个在目前的 policy 我们是不允许。列明生产厂商他不一定要列明4英尺的产品，但是他必须要有一个等同于这8英尺一半的4英尺的产品在销售，并且他也需要提供给我们一样的这些4英尺的数据，跟着这个列明申请一起提供给我们。那
这个是我们目前现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等到实行过后，我们也是在跟这个 DLC 那边的项目经理在讨论一些细节，如果我们觉得有更简单或者说更 make sense 的这个方法，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但是至少在目前现阶段，我们刚发布这个4.3版本的初期，我们会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来做。所有的链名生产厂商，如果他要链名8英尺的产品的话，也同时必须提供给我们一个4英尺的这个产品。这个4英尺产品它必须也有在销售。然后在参数上面，这个4英尺应该是8英尺的一半，左右。这个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它的横截面数据应该是完全一样。然后如果这个如果你把它一切为二的话，它的 LED 的数量应该是跟你的4英尺的数量一样。有一个关于如何定义这个白光的一个问题。那可能白光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通常把它叫做自然光，也就是我们现阶段的话，我们是如果我们把它在整个这个 light distribution 来看的话，如果把红光、绿光和蓝光放在一起的，红光、绿光和蓝光放在一起的话。那中间那一块结合的其实是白光，通常是从2200K 到6500K，是 ANSI 定义的一个自然光的一个范围内，这是我们目前可以接受的调光的范围。也就是说，如果是红蓝调光或者说蓝绿调光，这一些目前都是不在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都必须是在白光范围内或者说自然光范围内。我们刚刚讲这个，最后这个研讨会我们会录音，然后整个这个录音会在网站上可以，我们的 DLC 网站上有一个 News and Events，在那边可以找到我们之前所有的 Webinar，然后所有这个在这个 Webinar 下面，大家可以找到今天的日期，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 Webinar 的录音。所以如果大家想回过头去听一些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一些东西，可以再回过头去听。或者说，如果你有同事没有错过了今天的这个研讨会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录音发给他。有一个关于field adjustable，我们刚刚一个问题，如果说一个产品的额定这个 default wattage 是80瓦，它可以调整到60瓦跟100瓦的话，可以调整到40瓦和100瓦的话，在40瓦我们是不需要测试数据的，我们只需要知道你这个产品最低可以达到一个什么光通量。我们需要的测试数据是你的这个额定的这个 default setting 和你的 highest wattage 这两个数据，我们是需要79报告的测试。在最低的数据，我们是不需要测试报告的。一样，我
大概还会在线上再待5到10分钟的时间，我没有看到有新的问题进来，所以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留言板留言给我们，如果是关于任何在政策调整上面有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 slide 上面有，2个 DLC 的，项目经理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直接联系他们。如果在其他关于申请上面或者说产品信息上面有任何的要求，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发送这个问题到info@designlines.org，或者说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关于 application，就 applications@designlines.org，都可以，这两个 email 大家都可以发送问题。我们有一个关于频闪的问题，那很抱歉，我们现在目前没有任何的这个信息可以分享，因为确实还非常初期的一个 development。那如果我们有任何信息可以分享，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但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频闪的测试各方面，或者如何与 Energy Star 之间的这个沟通，我们目前还没有任何的信息可以分享。有关于8英尺跟4英尺，如果是 Type A 或者 Type A 加 B 的这个产品，在测试上面，不好意思，这个整流器的测试，大家不需要用同一个整流器来测试8英尺跟4英尺。8英尺大家可以用8英尺的整流器，4英尺可以用4英尺的整流器。那8英尺一般大家都是F59 TA 的整流器，4英尺一般都是 F32 T8 T8 的这个整流器，那要求都是一样，都是0.88这个瞬时 Instant Star 的这个电子整流器，但是大家不需要用同一个整流器，大家8英尺的可以根据8英尺的需求用8英尺的整流器，4英尺的用4英尺的整流器。那也是很感谢大家提供给我们一些宝贵的反馈的意见，我们在这个翻译或者说做研讨会的过程当中，因为有时候我对着这个英文的PPT 用中文讲，很多时候用的术语可能不是非常的专业，所以大家如果在我讲的哪一些地方有比较困惑的地方，或者说我用的专业术语不是非常准确的地方，大家可以在留言板也留言给我们。如果大家还有额外的问题的话，我们会在线上再待大概5分钟的时间。